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代表芳芳、小六、谁带他们来 Q 家吃饭呢？现在姐夫正在炒菜。两个，姐是干出来的。秋子要蒸一个剁椒鱼头，哇，这油都已经冒出来了。哦，小六吃了就有点危险，别给小六吃，给红薯是我的妹，你不给我吃，我跟你拼命。我这个是红薯加农炮，你们小心一点啊。土加农炮，真长上你。你吃红薯，小心点，让我看着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晚上来跟老肥睡的。哦，那白羊白羊。有今天说了嘛，有一个是进口，有一个是出口，没有两个，都是出口的。喂，今天普通人怎样啊？鼻子大，你晚上小心点哦。哎呦，这个大哥，这种有点干的，就好了。黄色的好吃。什么鬼？啊，谢谢三嫂。吃一个，各一个来啊。那我。刚好我家吃没了，吃一下这个，等一下带一点，稍微大一点，可以有，你吃一点回去吧。辣的，辣的，辣不辣？哇，这个呢？小口一点啊，这个很好吃。对，这个是豆角，这个豆角也减肥的，减肥的。一口进去，一口就直接一口了。好吃的这个，他们家这个美食啊。吃口地瓜呀，辣。你这个鸭子是你这个六场是吧？对呀，还有这两个。